不是情绪问题。不用买了，等一下了，等一下。不是，议长，我这个很紧急，因为有关于2017年的世大运，原本从 A 七站现在选择在林口，就是国有财产局的土地16公顷这件事情，我想要陈民众将近700多封的一个陈情书，要转交给我们的朱立伦市长，可以吗？然后待会也请朱立伦市长明确、简单、肯定的回复本席，未来的运动公园是否会永久保留，还有您的想法是什么？议长可以吗？好了，好了，谢谢。递给市长就。啊，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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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买，大家都买，大家都买，大家都买，好，拜托，拜托，拜托，哈，啊，买了，买了。他要设置在林口这个地区，我们也跟台北市政府、跟营建署协调，必须要共创三赢。第一，现在民众非常喜欢的我们这个绿地运动公园要尽量予以保存，这是我们基本的一个决心。但是它旁边的这些原来的建地，它要新建的话，我们希望它以保留越大的绿地，创造越低的建蔽率，越高的容积率，让它能够新建比较高楼层的一个所谓选手村，然后比赛之后，这个选手村就留为我们新北市的一个社会住宅，所以是一个创造三赢的一个局面。我们希望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达成。那我也跟大家报告，这个是一个都市计划整个的规划。然后我们新北市还有一个重要的，就是我们产业的发展。